我介绍，我介绍。因为什么吧，他是学文科，我是学理科的。我可能，我觉得理工科的肯定能够把文科的介绍全面，文科倒过来好多那个词汇不知道。这么多博士在这儿，教授在这儿，怕我们家人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先说，我姓王，然后叶峰的老婆，然后做那个 electronic， 就是电子的，他一个行业，他是 AMD， 我以前最早是在摩托罗拉，然后后来在那个 Samsung， 都是做那个 semiconductor， 再最早是也是复旦大学给他一个学校，副教授。我们两个平等，兵马未动，粮草先行。还有一个是，就是说是，可能好多从国内来的，就是也都有体会。就是如果你一直在外边的话，我刚才给他说，一直做一个工程师的话，可能还比较容易适应。在国内待的时间很久，你做的太高了，到这儿真的你想早一你使劲降，都不见得能够降到人家觉着行你来吧那种地步，是吧？我估计大家来得晚的人可能有这种感觉，像我最早去那个去美国的时候很容易接洽起来，因为我在国内低嘛，一去就接上了，然后再回去再高了以后再往低处走，都双方都不容易，可能。嗯，好，姓王。好，小严，哎，小严是董事长。哈哈，算了，我们才是老朋友，很多人我都认识。很多人都认识，我们都要介绍了吗？要介绍，不用介绍。你自己介绍一下怎么样？不用。介绍吧，我不认识。他是老朋友，对，我还介绍。啊，他呢是国内呢是，他弟弟吧？嗯。这是我弟弟，这是我弟弟，这是哥哥，哥哥，他哥哥的跟我们，然后呢，他呢是林校，他们自己呢做生意呢就做得很大了，现在呢他也跟你一样，就是他们家呢就是搞那个他们企业，就是搞那个先进的这个好像油气啊。一个防腐涂料，大可能还不是很大，美国是更大，所以我是有希望想到那边去。如果在座的朋友能够有兴趣和我一起做，那就更好。喷在我们的太阳能里面去的防腐锈20年没问题，就好吧。那个厚度的316L 的1.2毫米的一吨，去年才65000块钱，今年涨到8万。对，我知道，这原材料涨。一吨涨到8万。然后这个比重也很重，我们现在正好在改良，就想尽办法用那个好，就不要让它锈。我跟你说，这个我先生来以后好好跟你谈，绝对是合作。那找我们的肖总，因为我们现在开发这个产品，是绝对可以合作的。降低成本啊，非常好。不锈钢一个水箱要几千块钱。因为我们做的那个实验，它是放在西沙群岛一个最坏的环境下做的实验，就是因为它那个是盐度啊、湿度啊各方面都就是对这个金属的腐蚀特别严重的，它是跟传统的做了一个对比，它是高出多少年的，它都绝对是做了实验。对，那这个是很厉害的，因为现在很厉害的铜也是很贵，现在。在一吨涨到了7万块钱，反正现在就是一种材料的。哎呀，今天很感谢咱们韩总，啊，有幸能认识这么多咱们这个同事啊，同胞姐妹们啊。下面呢，这个是《世界日报》的记者，是吧？《世界日报》，那自己介绍一下。我叫万木，我在《世界日报》嘛，现在主要就是管对外广告。各位啊，如果有什么需要服务的，就和我联系，保证给你们找一个好的版位。哈哈哈哈哈！就讲这些。对，万木，我来补充一句，万木也是一个诗人，他是文学硕士。啊。对，就他的文笔，文的功底是非常强的。就是那写出来的文，我们肯定是看不懂的。诗歌也写得很好，对吧？他的女儿今年考上东吴大学，刚刚是进东吴大学了。哎，这个后继有人了。他女儿也是写设计的水师了，这个写的很好。什么系？多大啊？多大？人文系。啊，人文系。好，下面这个介绍的怡晴是最近的热门人物啊。就搞这种婚配啊，然后这样。我们这个活动的话呢，就在加拿大。找一些单身的这种男女，然后到中国去，就通过这样的一个电视啊节目啊，然后到中国去征婚。
现在已经有十几个人报名了，效果还可以。然后我呢，我自己呢是做文化的，因为婚恋其实就是一种文化。那么通过这个活动的话呢，对，通过这个活